由于突发情况，我们从大石栏提前返航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启动了巡洋捕鱼计划。每到一个目标点，都是鱼群泛滥，船上所有的人都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，全部跳下海追逐重量级目标。我们的船长钓手也疯狂的上货，两条，三红。这是历史性的疯狂上到货的一幕。还好我们每次来大森兰都有备用计划，下一站我要把他们带到更加激动人心的大石斑之地。大石斑，石斑啊，四条，这条发现了没有？你那条啊？这是我们首次探索深海沉船，初步探明这个宝地疑惑的价值起码有几万，这是涉及到我们的秘密菜地，所以水上水下部分我们全部省略。现在我们要穿越风暴区前往下一个目标点，这是我们跨洋打鱼以来收获最丰盛的一天。经过一个小时的高速航行，我们终于穿越了风暴，也回到了我们广东的海域。好了，现在我一个人下去，每个人都把这个费用打回来了，现在到我下水。我刚下水就发现了两条重量级超米级的大物，今天打鱼是自信爆棚的一天，看我怎么给他们来个双杀。OK， 双手。就这里下去就打了两条，那条最大哦，哦，三十斤没有。还能走路吧？这条起码要26斤，再次刷新了记录，绝对的哈，绝对没有。啊？那回去称喽，我敢说有26斤。我敢说没有。哦，赌一下。你赢了，鱼头给你。好，我们马上换点。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目标点，
空塔。看盘它，盘它，这条大，起码的五六斤。哦，非常失望，跑了。好了，现在是我们表演的时候没有刀，把血都放了。我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潜伏，等待鱼群的出现。突然间有一群花金蛄直接就窜到我的面前，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想报一箭之仇，后面想想还是算了。到现在花金蛄的毒素残留在我的脚，还没有完全消肿，所以我赶紧还是跑吧。七个活了，走了。从大森南返航，一路往回打，我们经历了150公里的航程，把6个箱全部打满。我们下一期视频盘点所有的疑惑。刚刚打上来的，好吃了。啥时候你也打一条啊？这次的鱼够多了。五鱼，就这么多了呀？可以吃啊，我们每次都吃的。我见那黑黑的，我不吃。鲍鱼，我有1斤多的鲍鱼。老表应该有2斤，2斤多。这是小七的鲍鱼。这条大石斑哈。大概多少斤？大深蓝。多少斤？第一潜下去就干了一条。22斤。21。来，看谁的准啊？23。哎呀，23。哎。23.8，其他鱼就不看了啊，反正今天打的鱼也不多，但也不少。来了，我们大森南打回来的鱼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。老表打了一条，这个应该是油锥，
这个鳗鱼之前哦，应该可以卖七八十一斤。啊，这个是八品牛，这个老表打的黑鲳。这个是石蚌啊，这个石蚌拿来清蒸、刺身都是非常一流的。看一下啊，大深蓝的红油呢，全身都非常的红。这个大斑20.5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秘密点，这个不能透露了哈，都是石斑目。然后我们是一山风暴，迫不得已，要不然的话不止这里聊大斑。牛屎滩，这个是我见过最大的芽点，非常的大，17斤多。新餐就不介绍了，最近打的多。现在把鱼全部冰起来，明天全部发走。今天统计了一下，我们前船的收获应该是超过300斤的鱼，赚了满满5个箱。我还有3个龙虾，这个龙虾就带回家给老婆孩子吃。我们做男人努力奋斗都是为了让家人过得好，这一次奢侈一把啊，煮龙虾。来了龙虾，龙虾我儿子拿回去。弟弟快来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啊？龙虾呢？你嘴巴好脏啊！想不想爸爸？想是吧？那爸爸叫妈妈煮龙虾给你吃好不好？那你先告诉妈妈煮龙虾，好吧？快去。爸爸，你煮龙虾给我。煮龙虾给你吃是吗？好了。好香，好香！爸爸吃饭啦，爸爸吃饭啦！干个杯！谢谢。爸爸应该是大大的我。哦，这个给弟弟吃好不好？这个给哥哥哈，还有一个大的。这个大的给哥哥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爸爸。哇，见不到的我。你给我吃啊，给妈妈吃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弟弟。不给妈妈吃吗？还有这个。爸爸，可以煮蟹。啊。很想好吃。这么大的石螺，还有两个蒜蓉蒸龙虾，都是1斤左右的哈，超大。然后我老婆给我炖了一锅汤，这个是田七炖鸡汤。哇，都是肉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你吃龙虾好不好？其实我觉得作为男人，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家里过得好，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最幸福的还有就是回来有一桌子热腾腾的饭菜，都是老婆的功劳。妈妈真的好吃，好吃呀，好好吃呢。那你快多吃哈，给你龙虾，好大的龙虾。先放着哈，来吃哥哥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啊，明天打鱼再见，拜拜。